今天教大家做糖果礼物盒。15厘米正方形的纸，向上折0.5厘米，在这一条上涂胶，对折粘好，再次对折，两边都折过来1厘米。四边都斜着剪，打开，两头用线系好。里面可以装上礼物。糖果盒就做好啦，喜欢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哟。